文件会主办的华山季节风服饰风潮季26日在精彩的多媒体时尚秀中热闹登场。文件会主任委员黄碧端与国内重量级的服装设计师节联袂出席。活动由辅大制品系实践服装设计系学生的服装走秀中揭开序幕。时尚呢，一定是台湾非常具备潜力的一个领域啊。这些年轻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勇于尝试，而且我相信他们逐渐的会越来越成熟，然后替台湾的时尚的一种风潮带动一个热度出来，所以我们高度期待。除了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参与创作展览外，主题活动也十分创新多元，包括学生展作品 PK 走秀，由模特儿展示辅大实践两所学生的创作作品，表现出新生代创作生力军源源不绝的热情以及创意。比赛结果由实践大学蔡云泽荣获冠军，文件会主委黄碧端特别颁发了奖状以及奖金10,000元以作为鼓励。华山季节风服饰风潮季的活动将于6月26日至7月5日在华山创意文化园区东三馆的物美酒厂展出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能够前往观赏。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。